所以有些人呢是不忘正業地說啊，說行霸道啊，欺善怕惡呢，那麼死後呢，即使落到地獄呢，是受什麼懲罰呢？通常呢都會受到啊這個石魂啊給你磨你的。怎樣叫做磨你呢？就受到這個，看不看到就是那種癌曬的，就整身碎曬的，這些東西你看不看到？所以很得人害怕，很得人怕，搞到你啊，硬到你啊，磨到你啊，粉身碎骨啊，看下兩隻腳不斷撐啊，不斷叫啊，都沒用啊，毀了你生前是欺善怕惡咩？對不對啊？在這裡說人家，對不對？所以又不務正業，在這裡偷騙拐騙啊，就有受到這樣的懲罰的了。這些東西真的很多意外，前世的東西有因亦有果的，所以說很多東西都是一句說話，千萬不要做錯壞事，做多些善事，做多些功德就最好不過了，你們說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有些呢強姦犯啊，拐帶那些小朋友那些人呢，在死後啊是受什麼懲罰呢？真是啊，好慘啊！個火筒咧就燒到好紅啊！你係綁上個火筒嗰陣時，先未綁火筒嗰陣時，你就要受到好多好多好多嘅壓力。睇唔睇到個火燒幾紅，好得人驚啊！嗱，你睇唔睇到啊？呱呱嘈啊都冇用啦，呱呱叫都冇用，鬼叫你搞強姦咩？所以好多呢啲嘢咧。乜嘢都好，千祈啊，即系天理循环啊！所以讲啊，你哋真系要做好事嚟做好多，千祈嗰啲啊奸淫掳掠嗰啲咁嘅嘢咧，你哋打劫劫舍啊，千祈就唔好做啊！死后啊，真系谂火筒啊！你喺度徘徊喺度谂几多，谂多多都冇用啊！你都系受到咁样嘅惩罚，所以好多人都唔明白，知道做坏事，佢仲要去做，又何苦呢？看到那些富裕全部被你奸殺了，你丟在河中也好，哪裡都好，你都會受到這樣的懲罰的死後。所以千祈千祈你們不要做作奸犯科的事，如果不是真的會受到這樣的懲罰的。所以說呢，你將人家強姦了，由碎屍萬段的來說肯定不好過了，這些事不報在你身上還要報在哪個人身上呢？所以切記啊，千祈你們不要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，記得啦。生前啊，如果是說啊，你偷食東西啊，甚至乎你落毒給別人啊，即是說毒動物啊、魚啊，甚至乎害人啊，你死後一定要割肚，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因素。所以說大義為什麼要割離根呢？因為你把口呢喜歡撩女仔嘛，撩男仔嘛，口是生非嘛，那你就割了這條脷咯。地獄的事真的沒有說什麼看不到，當你真的死了之後，你就會看到生前所發生的什麼事，死後你就受了什麼程序，千祈那把口就要收。俗語都說小人小人嘛，所以為什麼你自己會這麼慘，會這麼多事發生，是是非非，工作不順利，財運不亨通，健康有問題，因為你生前的日子是又講不是又講嘛，你咪自己受罪咯，都抵你有今日啦，係嘛？所以有啲咧死咗之後咧，點解佢會壞眼咧，受咁嘅懲罰咧？就係、是、生前咧，就係、是、呃人哋嘅錢啊，冒充他人簽名啊，偽造文件之類咁嘅嘢，同埋啊喺個周邊啊、身邊嘅朋友啊，即係啊借錢啊，用人哋嘅名義啊嚟行騙啊，所以有死後佢咪壞佢嘅眼咯。所以講挖咗隻雙眼。是不是知道你生前所愛的事、想的事是錯的了？這些事有報應了，所以千祈千祈啊，鼠鬼文件的事千祈不要做，對不對？拿人家名義來行騙，亦是不要做，希望你們自己明白。